金曲歌王林俊杰这两天登香港红磡体育馆开唱，第一天就有请重量级嘉宾亚洲舞王罗志祥，两人决定比照蔡依林演唱会和安室合体130秒的模式，登台没有说话，只飙歌，把黑暗骑士与爱陀罗网混成一首歌，喷出160秒的高潮，征服满场乐迷。JJ 也选唱他为陈奕迅写的《你给我听好》，笑说要感谢陈奕迅让他能入围本届的金曲奖，让他免于淘汰的命运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